是森姐，欢迎来到森姐开讲。这一集呢，来到北海道滑雪哈、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放这个给您看哈、哦。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北海道哦，我在拍的时候，我这个手指呢，冷得不得了哈、哦，快要冻伤了。啊，这个北海道超级美的，你可以看一下这附近的一个风景。